哎，毛钱，下车还直接还有。毛线哎，毛线呀！哎，捞啊捞的羊。哦。干了，干了哦！哎，这线那个就是那个了，做的用的。我来做一个，一个毛。那种搞布啊，都干了路上干，还打。都上那间的，那个 blurry 型的，咋？要打成卡。他去我拿了，哦，要是去我拿了。啥？一百个普通面挂的压烧，一个煎的嘛。不背多少噻？去我拿了，再不背，再不背多少了？我这都不用这么多物料。不背个，都给我多哈，也就老子来教啊。老子放到了啥？哦啊，我就是我就吃。啊？哦，我就干了，就干了，我煎不过来啊，阿七是啊。看富的。我说了，就老子赚。说的，你这把好难说的。哎，那嘞，那也摆头头，那也摆头头头，哎，他站了就歪了啦，摆的漂亮的，哎，站了。哦，是啥嘞？这样你摆啊？一桶没活嘞，一桶没活嘞。讲的我是谁？我他妈的！我他妈的！我弄我这嘞，你们恨我嘞？我弄我这嘞，我们是农民。我摆头是啊。摆头哟。摆头。哎，我好了，看我脚头啊。哦。怎么样呀？嗯。我晒头，咱那鸭可把结果摆着吃了。鸭没？鸭没？还敢别捞了？嗯，还有捞了，捞的在。你这鸭鸭，你分成三鸭鸭鸭，鸭。咚咚，这个。都搞嘛公司收，有人去帮啊？现在红姐多啊？哦，现在五百啊？都红包了，这多啊？就红姐是老能养了，养好。那都涨了没啊？都涨，那红包了哈。毛了，哦，涨了，不是哟。都不是，俺家还有两个是养的，是了哈。现在多，这红姐多。养了，你要吃多少呢？哎，就不得么的不能啊！这摆了 OK 嘛？哎，摆了进入二十吨的吨的车厢。养。找个 cash camera。哦。我走的不老实。哎，我那养养些少很咯。现在都在熊出少啊。出少啊！所以还是看盯着看着的。那谁？我背包都没有，刚去我拿了三百个货了，俺那简单说的，我见到这穿背头。老豆腐的，人家好胖，只能露了是吧？穿背头是，小肚子，一直那个看好了，俺这，哦哟，哦，你把我娘背了，来，来，最后这俺们这说，都毛好点了，不用背好事。哎，来给我送了。哎，都冇往这边推销了。那还咋？说嘞，我见我那东西，哎，也不能只有自己的多。哈哈哈。哎，师傅，好多呢。